我们看到这个题目，求这四十之词。好，那解题之前呢，我们先画出这三种直角三角形的边长比例关系。首先呢，这是六分之派的时候，好，那么这里所对的比例是一，那这里是60度，也就是三分之派，所对的比例是根号3，那这里是90度，也就是二分之派，所对的这个比例呢是2。好，那么当这里是直角，这里是四分之派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边长比例关系啊，这是1比1比根号2。好，那么当这里是直角的时候，那这里是三分之派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边长比例关系啊，这个是根号3，这个是1，这个是2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要求 sin 三分之派的平方，那么 sin 三分之派呢是二分之根号3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二分之根号3，然后取平方，加上 tangent 六分之派的平方，那么 tangent 六分之派啊是根号3分之一，所以呢，在这里这个是根号3分之一，然后取平方。好，再加上 secant 四分之派取平方，那么 secant 四分之派呢是一分之根号2，所以呢，在这里这是根号2，然后取平方。好，那我们计算一下，这个是等于四分之3，去加上这个是三分之一，然后加上这个是2。好，那我们通分母，分母啊用12。好，那这里分子分母同乘以3，所以这个是9。那这里呢，分子分母同乘以4，所以这个是4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分子分母同乘以12，所以这里啊是24。因此呢，我们这题的答案是等于12分之，这个是13加上24，所以呢是37，这个答案。